宝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露丝。之前呢，有很多宝宝留言问我，艺人保持身材是不是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是不是不能喝奶茶？今天呢，我统一来回答一下。其实有些时候，艺人为了上镜状态更好的时候，确实是会控制饮食，但是呢，奶茶是要喝的，因为现在有低糖低脂的选择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元气满满乳茶，是我最爱的一个奶茶。一共呢是有四个口味的，第一个是浓香原味，这个，第二个是墨香奶绿，第三个是咖啡拿铁，第四个是厚乳桃桃。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非常好喝，而且还低糖低脂，一瓶不到1.5个苹果的热量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我最爱的原味，是真正红茶原液萃取，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，味道非常的纯正，它的颜色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浓郁的感觉。就完全像现煮的奶茶一样，口感也是非常顺滑，很绵密，一点都不腻，也没有很甜，就是那种恰到好处很清爽的甜味，特别特别的好喝。还有这个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这个厚乳桃桃味道，这个是桃子味的，喜欢桃子味的宝宝们千万不要错过，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多摇几次味道会变得更好。这个味道真的太好喝了，就是里面的桃子味贼辣醇。这个桃子味我跟大家说，就是那种熟的刚刚好的那种桃，就是能够闻得到很清新的桃香，一口下去就会有很满足的桃子味的感觉。它这个是低糖低脂轻负担，就像我会备很多，拍戏的时候会备，家里的时候备，卧室的时候也会备，随时想喝的时候就能喝。爱喝乳茶的宝宝们，咱们就一起蹲蹲蹲吧。小红书